曾经美丽的家园，我好怀念我的土地。我好想回家，我的家不见了，只剩下一扇铁门。我的家以前不是这样子的，怎么只剩下一扇门？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有一天我要跟我的故乡南沙鲁说再见。今天要上山去打猎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很想去，但是这两天真的很忙。忙什么？现在已经没当议员了，难道还有我这个村长那么忙吗？没办法，我那些农地林地哈，我一天不巡，真的心里觉得怪怪的。谁叫你土地这么多？你现在知道累了吧？祖先留下来的，
总是要照顾，也不能把它荒废掉。打猎的技巧也是我们布农祖先传下来的，也不能忘记哦。这个你放心，打猎的技巧都在我的血液里面。我去山上随便闭眼睛就打到一只飞鼠了。那你跟我一样啊。什么东西一样？我上次去打猎，我也是闭着眼睛的打到一只山猪。好了好了，好，这几天我先把我那些土地的杂草先清理干净，早一天我们再一起去山上打猎。一言为定哦。好，我先走了。怪人都跑哪里去了？我们协会医疗团队已经在我们村办公处，请各位村民有那个病痛的嘛，上来给他看病，你知道？干杯！什么？他的麦克风忘记拿掉，他们在喝酒，他们家里有人了、啊，直接讲干杯。啊！哦，大王大哥，来来来来，哎，倒一杯给大哥。我现在跟的那个田就是跟大哥租的。嗯，大哥，我不要喝，阿雄。大白天就这样喝酒，田里的事情都不用做，这样不太好吧、哦、该做的都已经做了，翻土施肥除草啊，老天爷不给他下雨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啊。那也不用喝酒啊，如果把这个酒钱省下来，娶老婆的钱都有了，不然你们要怎么样成家立业？年纪也不小了，该好好的打算一下吧。娶老婆的事我连想都不敢想，如果这一季收成不好，我连要给你的那个租金都付不起。租金的事你不要担心，重点是做一个文男人的责任你们不能忘啦。如果自己对自己都不能负责的话，将来要怎么去照顾一个家庭？不然这样啦，我那块林地啊、哦、要除草，我一个人也做不完，你们来帮我好了，工钱我照算，不过你们要答应我，工作的时候绝对不能喝酒，那平常呢也少喝一点。看什么？什么时候下雨，上帝会安排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就太好了。相信上帝能上到天堂去。今天怎么那么早下班？对啊，今天星期五，事情忙完了，老板就先让我回来了。妈妈呢？妈妈哦，她刚退阿妈出来吹风，然后弟弟打电话说今天要回来，她就赶着进去准备煮晚餐了。好姐一阵子没有回来，难怪妈妈会那么开心。嗯。
妈，今天外面天气那么好，出来晒太阳，舒不舒服？舒服。今天晚上你的孙子会回来陪你吃饭哦。好。Winda bus quang, winda bus quang, andai di danu, mada bus, andai di danu。老婆，要不要帮忙？帮忙啊！我看你是越帮越忙啦，你不要烦我啦，走开走开，吃饭的时候我再叫你就好啦。你去看豪姐回来了没？真是的，孩子回来看你就高兴成这样子。哎，你不要搞错了，她是回来看你的啊。看我？对啊，明天是爸爸父亲节，她从部队里面请假，要祝你父亲节快乐。难道一家人这样团聚不值得高兴吗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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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心情好的时候，秋香就喜欢唱歌，而我呢，就喜欢看她唱歌。因为因为她不算很大的大路，妈。来吃饭喽！吃饭。妈，我们家才五个人呢，你怎么弄得那么丰富啊？哎，这是你后来才有的，平常我们晚餐都把随便吃一吃。你看妈啊，多偏心。你怎么说的？好像我平常在虐待你们一样。是妈妈种的菜长大啦，我本来就要摘来吃的嘛。是弟弟回来的时间刚刚好而已啊。不管怎么说，妈煮的东西啊最好吃了，而且我们山上呢想吃什么到旁边采就有啦，又营养又新鲜，哪像部队的食物我都吃烦了。职业军人的生活就是这样，要吃得了苦。想当年我在部队的时候什么苦没有吃过。你呀、啊、你就不要再想当年了，现在退休啊要服老。老爸，你知道我在部队里面的那训练也是很严格的，像我就通过那三训啊，有很多人都没有过，所以我的体力也是算前几名的。不用啰嗦，明天跟我去林班地造林，看谁的体力比较好。好啊，那有什么问题？你朋友，阿妈在问你，上次带的那个女朋友呢？哎呦，普通朋友啦，什么女朋友？每次问你都这样讲，不是我跟你老妈都急，你看连阿妈都看不下去了，年纪不小了，总该计划一下什么时候该结婚吧。我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说，我打算年底要结婚。谢谢。